你叫王昭君是不是？那你是秭归人？在你被选入宫以前，你听说过宫廷画师毛延寿吗？啊？啊？不知道我的人那太少了。那么你总该知道我给你画像是为什么了吧？也怪不得你。好，我就把这一幅像的重要告诉你。在这里面的嫔妃宫娥数以千计，不要说是皇上，就连黄门中尚书石显石公公，他也未必就知道谁是谁呀。那么在皇上兴致来了的时候，究竟应该招幸谁呢？嗯，你说究竟应该招幸谁才好？哎，说话呀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画师不是告诉我不要动不要说话吗？哎，那是我给你画画的时候啊。哦，请回答我，后宫粉黛如许之多，在皇上招幸的时候何所适从？当然是嫔。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当然是嫔画像了，那嫔我给嫔妃画的像啊。喏，就是这个。哦，多谢画师指点。现在嘛，你这个画像的稿子呢是已经勾好了，所差者呢只是尚未开脸而已。哦，那么请画师继续挥毫吧。这个开脸呢，是画像的最后一步，也就是最要紧的一步，眉丑俊俏是在此一举呀。万一我把你这个鼻子画弯了一点，或者是把你的嘴画大了一点，那你就可能因此而失去了承恩的希望，冷冷清清地独守冷宫一辈子。所以我要提醒你啊，不要小看我这支画笔呀。画师的意思是，名人何必细说呢？那么，请画师告诉我一个数目吧。多少？小意思，黄金100两。什么？你老画师？啊？画师，老画师。又是你呀？画师，我总算凑齐了50两了，求求你把我的画像改一改吧。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？你的像已经送到叶平令那儿去了。他们都说，只要毛画师肯高抬贵手，把我那幅画像取出来，把两个眼睛改成一样大，那我就感恩不尽了。你错会了我的意思了，太晚了，
你整整的晚了20年呐、我知道我是老了，可是你就可怜可怜我整年整月在宫里盼幸的那份心情吧。这50两金子是我进宫以来全部的积蓄，马化师你大发慈悲吧，马化师，马化师。哎，不要管他是个疯子啊，我们还是谈我们的啊。毛延寿，你充其量不过是画工，居然敢蒙蔽圣上，贪赃枉法，我跟你这种卑鄙无耻的人有什么可谈的？你跟我出去。好啊，你是吃了老虎胆了。好，咱们走着瞧。哎哎，毛化师，毛化师啊，哎呀，你怎么能得罪他呢？毛化师，毛化师。皇上来了。皇上有旨，宣徐燕妃、徐娘娘见驾。何足挂齿呢？小王此次前来，第一是为了展扬中原大国的风采，同时使人学习贵国的诗书礼乐、医药百术；第二是为了三郡五环近来骤然强盛了起来，不但经常侵犯贵国的边境，也经常骚扰我邦。以前我邦和大汉屡以兵戎相见，但愿今后能亲如一家，共对外敌。
一旦大汉有事，我帮愿为大汉前去。善于说的有理，我们一言为定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这是什么人？王昭君呢？皇上信过了，让他等着吧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哼！你这个黄门中尚书是怎么当的？是奴婢办事不力，功归失言，有扰圣听，
望其恕罪。起来，谢皇上。深夜奏乐倒没什么，可是这个琵琶怎么弹得这么凄凉？你知道是谁吗？这奴婢听说有个妃子王强、王昭君会弹琵琶，此刻不知是不是他。啊，王昭君。皇上，据奴婢所知，王昭君虽然长艺音律，相貌平常，而且现在为时不早，皇上还是不必多奏。是。摆驾。是。臣妾王强见驾。免了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夜深了，请回朝阳宫休息。不要你管。是。你进宫几天了？三年。啊，三年了。师贤，奴婢在。王昭君的画像，毛延寿画过吗？这个，嗯。毛怀师，求求你大发慈悲，把我的画像改一改吧。我已经凑足了你要的数目了。啊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怎么把疯子放进来？拿出去。是。慢着。师姐。在。好啊，怪不得你懒散祖似的不让我到永明宫来。哼，想不到宫里还有这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。回皇上是。不要说了。快把王昭君的画像给我找来。是。公公啊，你在皇上面前跟我没言两句吗？我也无能为力了，皇上已经派御林军来抓你了。36招走为上策，你快走吧。
哎，是是是，我现在只好暂时这个，石公公啊，我家里这点事嘛，这个、你放心，你放心呐、啊。好好，是，哎，走后门走。是。毛延寿已经畏罪潜逃了。啊！对。刚才答应我的事，皇上敬了这一杯，臣妾一定遵旨。那么，一言为定。好，一言为定。这不过是骗骗你而已。来，赵静。臣妾也是骗骗皇上的，臣妾怎么敢抗旨不遵呢？
少君。皇上，不知者不怪，朕以前一直给毛延寿蒙在鼓里，如今朕已经下了手谕，把画像的制度给废除了，叫石显把宫中所有的画像全部的烧了，同时朕一定要想办法把毛延寿给捉回来，替你报仇雪恨。谢皇上。平身。尹善宇刚才在外边捉到一个奸细，在他身上搜到这个，呈上来。是。哦，毛画师。起来起来。谢善宇，他们不认识画师，唐突之处请画师少怪。岂敢，小臣来得冒昧，善宇恕罪。看座。毛画师请上座。毛画师不远千里而来，想必是回善宇。大汉皇帝因念善宇协同讨平治世有功，特遣小臣觐见，献图和亲，永借大汉匈奴之好。哦，这图中的美人是谁呀？善宇，还记得汉宫御园惊鸿一瞥吗？这就是当今皇上的公主昭君，昭君公主。哦，好，好极了。既然这样，我也不便辜负了汉王的美意。来人呐！是。准备厚礼，迎娶昭君公主。是。岂有此理，真是岂有此理。啊，你们回去回复呼汉邪善宇，就说朕并没有派遣毛延寿到贵国献图和亲，这些礼物还请原璧代还。不要说了，真是岂有此理。啊，有这种事情？臣等所禀句句实情，请善宇定夺。毛延寿，你怎么说？
小臣确实奉旨献图和亲，如今汉王食言悔婚，量必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小臣愿代汉王受过。嗯，既然这么说，这完全是汉王的不是，怎么能怪你呢？先生，哼，汉王出尔反尔，这分明是看不起我们匈奴国。左右，是，镇兵攻汉。下咽，滴酒不尽，一定是臣妾有什么不周不到的地方。不，不是。哎，你不知道，那么一定是国事过劳，累坏了，不如早点歇着吧。我不累。那么让我弹弹琵琶解解闷。啊，不，我不想听了。不应该以国事相问，可是皇上肯让臣妾略知一二，也好替主上分忧啊。昭君，朕真的没有心事，你……皇上，启奏皇上，黄门中尚书石公公求见，说是有机密要事，必须面奏。哦，叫他觐见。是。慢着。还是让他在外面候着。是。臣中尚书石显叩见。
平身，谢皇上。玉门关守将连夜派人报信，是战是和，请皇上立刻定夺，好让他们有所准备。依臣看来，与其为了一个嫔妃大动干戈，不如就把昭君娘娘赐配给匈奴王，和亲安民。既然匈奴王只知道昭君娘娘是公主，我们何不将错就错，就把她当公主嫁过去，也不算失什么面子。混账！朕身为一国之主，连自己最心爱的妃子都不能保护，还成个话吗？是，奴婢的意思也是如此。可是……不要说了。是。让我再考虑考虑，明天早朝的时候再做决定。遵旨。下去吧。昭君，昭君，皇上，昭君，你放心，朕绝不会辜负你。朕决定派兵西征匈奴，生擒毛延寿。
走，你走白石了，不走过难休。母亲万家苦，不如我一人愁。君王待我恩情厚，故地虽不远留。三王歌唱，但愿君长寿。四王我所求。昭君，这样你不恨朕吗？臣妾不能终身服侍皇上，除了自愿命薄浮浅之外，怎么还能恨皇上呢？要是说恨，臣妾只恨一个人。谁？就是那贪赃枉法、祸国殃民的毛延寿。好，那么朕立刻御史呼汉歇，要他用毛延寿的血来洗除你的怨恨，用毛延寿的头来换你出宫。奉了善于之命来请毛画师的善于召见我是这个听说汉朝有使臣到来，要毛画师回朝才能换昭君公主前来啊。画师请放心，善于也许不会叫画师去。只要画师的头去就行。是，小臣在。刚才有汉朝使臣到来，说是要画师还朝，换昭君公主前来，否则将不惜生灵涂炭，死战到底。画师的意思怎么样？啊？为了匈奴大汉两国的和好，为了避免两国的生灵涂炭，
更为了昭君公主能跟善女结为百年之好，小臣怎么会珍惜一己的生命，使善女为难呢？善女有命，小臣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不过，恐怕其中有诈呀。怎么？难道善女就不怕小臣做奸细吗？此话怎么讲？善女试想，小臣居住匈奴已久，对此地山川险要之事了若指掌，对于善女用兵的策略嘛，也略知一二。如果善女让小臣回去，那所以我不想让你活口回去。来人呐！是，拉下去！是。如此一来，善女正中了汉王杀人灭口之计。怎么讲？善女，请想，当初给昭君公主画像的是小臣，献图和亲的又是小臣，小臣一死，死不足惜呀。倘若汉王派一个与公主面貌相似的人前来，或者根本就不承认有献图和亲这件事情，反而说匈奴假借名义侵犯边疆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岂不是死无对证了？依你之见，一面在松州屯驻重兵，一面派使臣在下聘礼，不怕昭君公主不来呀？好，我们在下聘礼。
此心牵着，万险愁交织，写向天涯是泪痕。儿不孝，父亲恩，此一去，永离分。弟妹还是老教养，爹娘莫为儿伤神。成人，譬如再生过，永世不相逢。今世儿身已许过，亲恩不报，待来生。不年老，弟年轻，清学业。为清心，少学文章，多习武，多做文臣，做武臣，武将操戈冷杀敌，乱官无尽，知何情？何情？岂知徐老骥，徐老骥，他日双为雪耻人。赵君，皇上，平身，谢谢皇上。此一去千里迢迢，难免风霜之苦。朕特遣禁卫王龙为护送官，率领忠诚使、御林军将领在路上护送。王龙，臣在。见过昭君公主。恕臣假胄在身，不能大礼参拜，愿公主千岁。平身，千千岁。皇上恩宠，臣妾没齿难忘，望圣上今后以国事为重，重振汉家威仪，臣妾虽死无怨。臣妾叩别皇上，愿吾皇万岁。和亲，哼，和亲政策又有什么用呢？由高帝被困白登起，到武帝建元六年止，就已经和亲九次了。除了向匈奴敬赏美女之外，每年还要附带馈赠以酒万担，粟米五千斗，杂赠万匹。可是每次和亲最多可以维持几年的和平，有时候还立刻得到相反的结果呢。夏惠帝二年，以宗室女为公主嫁匈奴冒顿，冒顿竟史书误入高后。而今我们非但没有李广、霍光那样的猛将，反而竟是些像毛延寿的奸臣。毛延寿，我一看见他，我一定要把他碎尸万段。王将军，按理说我们有这样牢而不可破的长城，还能打不过匈奴吗？长城不易破，可是像毛延寿这种家贼最难防啊。走走，快！
怎么回事啊？禀公主王将军，这两个人想逃跑，是我们把他抓回来的，因为是贵国的人，所以要听候胭脂跟王将军的发落。把头抬起来。哎，听见没有？叫你把头抬起来。说，你们为什么私自逃跑？还有，你身为军人，不但临阵退缩，还要拐带妇女，你知道该当何罪吗？听见没有？说，简直丢尽我们汉人的脸。说，啊，我不是拐带妇女，她在没有入宫以前，就跟我定了亲了。就在我们要成亲的时候，她被逼着选进宫里来。本来想三年满期了回家成亲的，怎么也想不到被派送公主到匈奴，刚离虎口又入险地，一路上吃羊肉住棚帐，漫草荒凉，风沙遍野。我们想如果水土不服而死，倒不如求公主将军念在我们从小定亲的份上，念在我守望三年的份上，更念在我年老的爹娘无法放养的份上，就成全了我们。成全你们，你们不想想，公主舍己为人，舍身为国，离家乡弃骨肉，远投异地，一路上谁不受风沙之苦？难道只有你们两个人水土不服啊？难道只有你们两个人有爹娘吗？你看看，谁没有父母，谁没有兄弟姐妹？你们就不为公主想想，不为国家想想，不为百姓想想吗？在别人面前做出这种丢脸的事情，哼！来呀、啊，是，把他们拉到山边砍了。是，慢着。是，就放了他们吧。啊，放他们回去。是，算你们命长，还不快谢谢公主。哦，谢谢公主，公主大恩大德，我们永生不忘。谢谢公主，下去吧。是。蒙汉王以贵主赐将匈奴，并赠黄金千两、香茶百箱、锦绢百匹、白璧十双，匈奴上下深感盛德，自当永敦蒙好，常作平班。王大人亲冒风霜，不远千里护送公主前来，但与感激不尽。仅据黄羊千头、胡马百匹、骆驼二十头，一共归汉时的食粮和运输。多谢善宇，多谢右贤王。护送公主是在下分内之事，再说王龙能与大汉匈奴亲好有所建立，认为无上光宠，竟和善宇与公主和名千载，丰泽无疆。哈哈哈哈，好，说得好，但愿给你说的一样好。今天昭君公主千里而来，和亲结盟，乃是我生平大喜之日，也是我邦最荣誉的一件大事。来来，大家开场痛饮，干了这一杯。公主善于胭脂，和平千载，福泽无疆。公主为什么闷闷不乐呀？是不是旅途劳顿？要不要到后营去歇歇？
我明白了，想必公主对我的封赏不满意。其实燕芝就等于大汉的正宫娘娘，我封公主为灵狐燕芝，是说公主配使匈奴永远安宁的意思。可是昭君的心愿未了，又怎么能安呢？哦，心愿，你有什么心愿不妨说出来大家听听吧。我有三件大事未了，所以耿耿于怀。哪三件呢？还是不说的好。哎，为什么不说呢？说出来善宇不答应也是枉然。哎，这是什么话？我为你大动干戈，损兵折将，在所不惜。只要你喜欢的，不要说三件，就是三十件、三百件，我也依从。真的？汉家有句话说是君无戏言，我们也一样。我问你，这第一件？这第一件啊，请将毛元寿献来和亲的图样交还给我。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来呀，在。后营把公主的画像拿来。是。还有这第二件呢？今后匈奴永不侵犯汉朝，永不骚扰边界。哎，这也是当然的事嘛。大家听着，据说我们匈奴是夏禹王的后裔，所以匈奴人和汉人原本就是兄弟之邦，今后我们适当永敦盟好，常做大汉的平番，若有反悔，誓如此剑。多谢善宇，这样也可以免去两国生灵涂炭了。第三件呢？这第三件，请善宇回避左右之后再说。好，你们下去，你们都下去。回善宇，公主的画像找到了。下去。是。这第三件呢？我要单独见一见献图和亲的画师毛延寿。哦，这还不容易吗？来人呐！请毛画师，就说燕芝要见他。是。昭君美。
真情对，我说愁，莫说悲，更莫说人憔悴。娘娘，回山雨，不好了！怎么，毛延寿逃走了？啊？什么时候逃走的？不知道，只是不在营里，行李也不见了。哦，有这种事情，岂有此理！对，是。追，快点！啊！善于饶命，善于饶命！小臣并非业务一千堂，只是思乡情切，所以不告而别。善于开恩呐，善于开恩呐，善于饶命啊，善于。毛画师，啊，请你仔细看看，我是谁？啊，毛画师，你还认识我吗？啊，是您胡胭脂，求胭脂在善于面前美言几句。你错了，你错认了人了。你想想，你真的不认识我是谁？啊，这个，你真的不记得？那么你再想想。你还记得我是什么地方的人吗？这个，好像是秭归人。不错，一点也不错。那么你应该记起来我姓什么叫什么了吧？姓王，叫恕小臣不敢直呼胭脂的名姓。好，很好，你还懂得礼节。那么我再问你，你还记得你自己姓什么叫什么吗？这个小臣叫毛延寿啊，这个自然记得。那么你还记得你是哪一朝的人吗？啊，嗯，记得吗？小臣原本是汉朝人，如今投到匈奴过来了。嘿，亏你说得出口，真不知道你读圣贤书所学何事，难道连忠臣不侍二主、烈女不嫁二夫都不知道？胭脂的话是不错的，可是良禽择木而栖，良臣择种而事。臣在汉朝为官，忠心耿耿，为国为民呐、啊。可惜汉王无道，有眼无珠，连胭脂如此的容貌，竟被冷落深宫。臣屡次进言，无奈汉王昏庸不听啊。也是小臣不忍娘娘埋没一生，代为不平，敲会姿容，千里迢迢前来献图。哦，依你这么说，我能有今天完全是你的功劳了。哎，臣完全是为了胭脂，耿耿此心，为天可表啊。这么说你卖国求荣，理应名垂青史，万古流芳了。啊，这么说你假借名义献图和亲，因而引起两国战乱的事，理应共和山不朽了。为你一人之力而使亿万人丧生的事，理应与日月争光了。
简直，小臣实在冤枉。求燕之念在，同是汉家人，同饮的汉家水的份上，燕之念，善于，求善于念在小臣献出和亲的份上，您求求燕之，饶了小臣这条命吧。我本想饶了你的狗命，只是你不辞而别，又起二心，你能背叛汉王，就不能背叛我吗？来啊，把他拉下去斩了！来啊，把他拉下去！饶命！单于饶命！饶命！单于！单于饶命啊！单于！单于！单于！下去吧。是。你们也下去。娘娘，夜深了，请休息。快去睡吧。是。好好的歇着，明天你们就要回汉朝了。啊，回汉朝？嗯，是的，回汉朝去了。你们都有父母弟妹，何必为了我骨肉分离，流落他乡？娘娘为国为民，受尽千辛万苦，难道我们不能够为娘娘离乡背井吗？我们都愿意终生伺候娘娘，我不忍心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留在异乡。娘娘，你不要叫我们走，娘娘。留下你一个人在这儿，怎么办呢？娘娘，不要叫我们回去。你起来，我答应你们，下去吧。娘娘，您休息吧。娘娘来来来来来来，喝了这杯何等酒，这是你们汉家的风俗啊。我们汉朝的风俗是要先拜天地敬父母的，可是他们都在远方啊。那么就让我到江边去摇拜一番吧。好，来人呐！是，叫他们在江边准备香案。是。Thank you.
真不悲，真朝纲，崇祯天威，真八七个夫君王，宁随滚滚江流去破浪冲。